接下来将进行各位毕业生最期待的时刻了。颁奖，颁发生命礼赞奖。林心怡，我是以刘俊伟，第理事房宣布，公事甲刘正业。柯理事长，柯理事长，请回座。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得奖者，颁发品格楷模奖。曾玉明曾副校长上台为我们颁奖。
郭俊嘉。特试甲张怡轩。特试乙柯平宇。特试乙魏婉云。甲许晴岚，生物四陈志玲，英语四李云荣，英语四陈璇。我是甲林迪安，我是乙罗云露，我是乙孙艺珍。电子四邱允君，财经四朱怡珍，财经四范宇卷，快四甲张哲伟。施敬奇，快四乙黄立文，快四乙江梦学，气管四吕昭仪，气管四洪若轩。蔡成业，谢谢曾副校长，曾副校长请回座，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得奖者，颁发服务奉献奖。
学士江冠宇。我是以王佩萱，我是以严少玉，地理是黄基架，美术是蔡成佑。张政权，快四甲李超群，快四甲钟嘉恩，快四甲黄胜勇。邱廷文，公寓是林宇轩，公寓是郑国廷，谢谢林副校长，林副校长请回座。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得奖者，颁发智育奖。我们颁奖，智育奖由各班第一名代表授奖，得奖的有古四甲杨浩翔、张月林、杨佑勋，特四甲郭俊佳、赖佑福、林无倩。王子轩、施美轩，物四甲廖云珍、林邦珍、周宇轩，生物四陈芷玲、陈美如、黄湘启，公四甲王冠霖、许文赫、李志宪，公四乙杨俊贤、刘炳谦、陈志燕。
四颜于真、李云荣、颜于杰；国四甲林廷熙、吕冠德、陈子祥；国四乙孙艺珍、洪佩成、王佩轩；地理四王建凯、庄佩珍、简维哲；美术四严宇威、王轩毅、张小希；机电四楚廷文、庄维廷、黄其胜；电机四黄福祥、吴思成、李彦香；资工四谢佑轩、蔡曼轩、洪少义；海底四李小柔、王于杰、许欣怡；麦四甲谢佳玉、许文珍、曾志伟；侯旭林、庄玉恒；气管四杨宗儒、李佩妮、施永文；运动四黄玉彤、花子苑、施怡彤；公寓四林宇轩、邓阳琪、陈静婷；物四以蔡朝轩、张芳瑜、林芷安；谢谢林教务长，林教务长请回座，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得奖者，颁发体育奖。总务长上台为我们颁奖。体育奖由各班第一名代表授奖，得奖的有特四甲李林香、张于轩、刘彦荣；特四乙戴海英、陈云彤、张永顺；张佑成、蒋一成、孙政伟；物四乙蒋恩佳、张芳瑜、吴承勋；双物四年云桥、杨东升、曹敏燕；公四甲洪俊豪、姚立峰、黄柯宁；黄冠伟、连燕杰、陈志燕；英语是林哲毅、潘玉翰、洪一凡；我是甲林廷熙、洪宇轩、沈真义；我是乙陈柏轩、邱于君、蔡佩琪；蓝又华、林哲宏、谢怡君；美术四廖植启、姚嘉瑜、王兴；机电四王玉桥、陈仁恩、杨世伟；电机四谢宪宇、杨明仪、林品瑜；林宇翔、徐恒、赖志向；资工四林炫少、林元佑、黄义成；资管四梁婉珍、林哲佑、陈哲嘉；派四甲
雅、罗廷祥、卢怡谦、吕婷瑜、赖启荣、陈思颖。快思颖、黄维明、黄丽文、梁雨婷。彩金四廖荣莹、王瑜杰、罗亦如、张玉兴。公寓四陈静婷、林宇轩、杨怡轩、王荣豪。国四乙邱瑜君。谢谢刘总务长，刘总务长请回座，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得奖者。颁发学业成就奖，恭请耿全福耿学务长上台为我们颁奖。学业成就奖得奖的是企业管理学系黄冠云。耿学务长请回座，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得奖者。颁发进修学院进修楷模奖。教育创新与人力发展硕士曾佩玉。国文学系国语文教学硕士周瑜君。英语学系应用英语硕士杜毅。工业教育与技术学系技术行政管理硕士郑伟豪。管理研究所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硕士萧雅文。运动学系运动与健康休闲硕士简佩仪。光电所科技应用与管理硕士施宇荣。工程学系机电工程硕士陈玉琪。电机工程学系电机工程硕士黄俊佳。资讯管理学系创新与管理硕士梁佩婷。会计学系企业高阶管理硕士 A 班蔡义任。会计学系企业高阶管理硕士 B 班孙良峰。企业管理学系国际企业经营管理硕士 A 班邱贵珠。企业管理学系国际企业经营管理硕士 B 班许正武。财务金融技术学系行政管理硕士 A 班陈宏伟。财务金融技术学系行政管理硕士 B 班陈宏文。财务金融技术学系商业教育教学硕士傅之云。
谢吴院长，吴院长请回座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恭喜得奖者。颁发进修学院服务楷模奖。有辅导与咨商学系心理健康与咨询硕士卢真爱，辅导与咨商学系心理健康与咨询硕士林子清，教育研究所教育创新与人力发展硕士邱建德，学系应用英语硕士邱仁博，工业教育与技术学系技职行政管理硕士顾富锦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硕士陈佩欣，光电所科技应用与管理硕士潘淑珍，林国清，电机工程学系电机工程硕士林俊荣，资讯管理学系创新与管理硕士夏国兴，会计学系企业高阶管理硕士 A 班杨胜德，会计学系企业高阶管理硕士 B 班王维鹏，企业管理学系国际企业经营管理硕士 A 班林彦蒂，企业管理学系国际企业经营管理硕士 B 班翁浩伟，财务金融技术学系行政管理硕士 A 班吴秀珍，财务金融技术学系行政管理硕士 B 班谢梦君，财务金融技术学系商业教育教学硕士杨乔丽。谢谢文主秘，文主秘请回座，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恭喜得奖者。侨务委员会112学年度奖励学性成绩优良应届毕业侨生，恭请李汉文李国际长上台颁发证书。得奖的有特四乙陈美琪，美术四齐颖欣，美术四黄敬祥，特四甲房乐怡，美术四潘欣彤，国际长李国际长请回座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恭喜得奖者，再次恭喜上述得奖同学。